我是说他们两个，这两个，这两个拍一下，这个衣服非常有特色啊。他衣服好好看，他们是一个新的组合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他们跳舞是专业的，每一首歌都有，他每一首跳舞的那个都有著名，那个舞曲是什么名字都有，没有他的著名。今晚上应该还要练舞，不过应该还在集合中心商场那个地方，有可能。等一下我问一下，他们要练舞和拍。今天还是因为嘛，换一首啊，主要是属于这些属于太熟悉了，跳太多了，跳杂戏杂戏的有问题。看看我们的屏幕就锁死在这里，锁死在十七的面前跟瑶瑶的面前啊，看瑶瑶躲了，这个小姑娘特别害羞啊，我们理解一下啊，好害羞的瑶瑶。抓时期抓拍，现在就是抓拍，看哎呦，你看看这绝招来了，很强，看光线啊，这边绿颜色的这个光好不好看，就是为了感情化的那天气明天有点热，看吧，他们应该也要下楼过来，十七的那个抖音号是前面一个白色的小心心，他们对小车的一个像小虎队的火车，小虎队的火车来了，这个一个转唱这个也唱得非常好，等一下我看他的位置哈，我找一下那位置，肯定想他们拍嘛，他们两个先拍 First 17的摇摇把这段这个看一下这里位置，动作很好看，真的。那就它的速度节奏那方面，那比较快一点，就说那种。女的男的跳都可以，他的舞跳了还动作还快一点，男的跳的也可以，男的呢肯定是拥挤啊，哦不是，肯定是扎西啊、恩子他们啊，然后那个王青他们那个跳的最好看。
想寄回去检测一下，这种手肘的那时候手上的感觉。再远一点，再射出去。扎西还在，扎西在后面，哈哈，扎西在后面。等一下，我去把全面拍一下。等一下那个阿加，这个。没有呢，没看到我母呢，我母是不是走了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又叫？我你去问去，有点发热，发烫，电梯有点发烫。
用视频的话就不行，随时中断，随时就马赛克的将它软件也关起。一开始直播非常清晰，后面全部变成马赛克了，后面我就没用那个软件了，然后它一直在优化优化。对，今天我在直播好像也出现那种情况，觉得我直播两个小时，但是有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它画面变成马赛克那种，麻扎扎的那种，这软件又不行。之前那个老的软件还好，后面就然后那个 Office 应该可以啊。在那个搞电商的时候帮他们搞过嘛，对，我知道。但是你打个这个，打个这个我待会儿给你发过来。好的，我也这个在抖音上你给我发过来，对，下来。因为我现在都用了国外的，越南的、美国的那个软件。